哎哎，叔姐，你们好，我叫雷玉成，我在这边摄影，然后我觉得叔叔的衣服很好看，我可以帮你拍张照片吗？大概两分钟而已 ，OK 吗？我在街上帮陌生人拍照，然后最后我会把结果上传到我的社群平台。在这边就可以了。在这里。对对对，我叫玉成，叔叔怎么称呼？我郑清文。郑先生，来这边逛街吗？来这边逛街，可以很好哦。好，帮我看旁边。对，叔叔做一个抱胸的动作。对，很好。哇，超酷，酷哦。